在数字经济时代，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前沿科技对数字文创行业发展乃至文化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和深刻的价值。为顺应艺术价值数字化发展趋势，河南省房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通过授权人手甲骨文元宇宙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运用数字化新技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发行全球首款限量版轩辕皇帝数字艺术品。这次的发行轩辕皇帝的数字艺术品总量是限量，是恒量的，总量是5000份，面向社会发售是3699份。整个发行的轩辕皇帝的数字艺术品是永远不会再增发的，单价目前是66元。凡持有轩辕皇帝数字艺术品的，将有权益生成一个皇帝故里数字人，经过官方的授权，全球